家亲朋好友团聚，我却还在家中隔离，哪里也不敢去。咱也不能抱怨，毕竟在家待着安全，没有聚会，没有酒局，躺在床上手机不离，这种日子还要多久？严肃的话题我在琢磨，正在想，就听大爷一嗓，做核酸了，下楼排队做核酸了。哎呀，大爷您别喊了，每天早晨六点就起，为了避免绿码过期，核酸必须积极做核酸了，下楼排队做核酸了。我穿个裤衩，披头散发，跟随楼下大队人马，旁边大哥喊道，戴好口罩，保持距离。我捅完嗓子赶紧撤离，避免聚集，万事大吉，工作人员你们辛苦，明早继续晒伏，祖国生日许个心愿，疫情再见再也不见。现在插播一条简讯，全球疫情已经结束，所有小区解封，健康码行程码关闭，请您摘下口罩，真正的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。哎，姐姐你干嘛去？我这不坐飞机出国旅游去吗？